吓死我了！你怎么那么早就回来了？哟，这才半天不见，飞上枝头当凤凰了呀？你胡说什么呢？这才刚搭上大户人家，说话都这么硬气了。我是去找阿泽，碰巧遇到龙大妈妈。找他干什么呀？我今天意外看到淘淘发的照片，里面有阿泽，还有池雨。你看。但是我觉得，这应该是个误会，就是个巧合。要是阿泽真的认识池雨的话，那他今天早上看到你的时候，就应该有所反应才对。我看未必。之前我就提醒过你，这个人含含糊糊的，而且眼神飘忽不定。你胡说什么呢？我从小看着他长大，他根本不会撒谎。怎么谁都是你看着长大的呀？哎，你别乱动，明天我还还回去呢。我看这个李龙大爷挺好的，他妈妈又那么喜欢你，家里又家财万贯。啊，你说的对，要不然我就不退了，全当聘礼了。你敢？我有什么不敢的呀？哎，我还就不退了。看你能把我怎么着？金阿姨，你最近很嚣张啊！住手！